今天这个普宁的赴美青年英歌队，还有普宁的下载英歌队，他们利用旅游的机会到这个泰国救亡县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现在这个赴美青年英歌队还有下载英歌队的这条蛇和文艺学校英歌队要一起来临时合演一下。这是赴美青年英歌队的教练李俊浩。现场辅导。争取在同时帮你堆呢。来了来了，快点。